来到我的 channel， 我是小燕。我这几天呢，想要做一个 diet plan， 就是我会跟 IU 的 diet plan， 我会用五天的时间来做这个 plan， 然后看这五天里面我可以减多少 kg。因为我也有看过很多的外国 YouTuber 也是有做这个 plan， 所以我也是想要试一下自己，看自己可不可以减，可以减多少 kg。因为我之前也有做一个，我也有减肥，但是我没有拍视频啦，因为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来减肥，然后，在3个月里面，我只是减了4 kg， 所以我要看我这5天里面我可以减多少 kg。嗨，大家早安！今天我开始减肥，所以我的早餐是苹果。现在我要量一下我的体重是多少。现在是我的午饭时间，所以我要吃我的饭素。吃完了我的番薯，然后等下我要休息一下，过后我要做我的运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刚才冲完凉，然后现在我要开始吃我的晚餐，喝我的晚餐。这个啦。嗨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是第二天，所以这是我的苹果。吃完了，现在我要准备去做活。
身体很累。嗨，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第四天的减肥。11:45，所以我要吃我的午餐了，因为真的是太饿了。
今天是我第五天的减肥，然后也是最后一天了，因为真的是太累了，因为我也是刚做完运动，然后等下我会要去量体重，看我的体重现在是多少，我现在要吃晚餐。这个就是我这五天里面的减肥啦，然后我在这五天里面我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很累，然后很没有精神，然后我的肚子也是一整天都一直在想，然后一直很想要吃东西，然后我在这五天里面减了2kg， 就是从51kg 到49，但是我还是不建议你们用这个方法啦，因为它真的对身体很不好。然后我现在的体重50kg， 上了1kg。